我叫陆文龙，来自郑州顺远搏击。我是孙树伟，来自青岛新疆国际俱乐部。我想送他四个字儿：无可奈何。我觉得我没有丝毫的压力，我都会全面的碾压他。我预测第一回合不是你 KO 我，就是我 KO 你。请你保护好你自己的下巴，我会用非常狂暴的方法来碾压你。